等着。小董。好小子，一点都没变。薛海的房子弄那么大，怎么样，还喜欢吧？用我们的名义买的，从现开始只要是我的都有你一半，这个天下是你把我打下来的。从范家挤进五大帮派的那天起，小范就没来看我。或许有一天他还会对付我。怎么会呢？我跟一伟都受过您的恩惠啊。江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当有一天利益冲突的时候，就是做敌人的时候。方大爷，我们不是那种人呢。你有自信，如果小范要你对我扣扳机，你能拒绝吗？我有自信，张大爷，一伟不会让我拿枪对着您。现在的小范已经不是从前的小范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对待范家的老人吗？您说段叔。段叔，是你，你看，刚借来的碗又砸了。过来。哎，年轻的时候亏心事做多了，现在有个风吹草动，就把自己吓个半死。小范他们也照顾你。是我自己离开范家的。少爷找不到我，不能怪他。段叔，跟我回去，让我照顾你。不用了，你来看我就够了。以前我是一身罪过，现在我只希望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够。井水不犯河水。可是今天你们范家独享城中中山两个油水区，要我们跟其他帮派争饭吃。我们今天来不是要你赏我们口饭吃，我想在座的各位，包括缺席的张大爷，跟我有一样的想法。如果你们范家不肯让出点利益来的话，和平很难维持。这么说，这一次的会议你们早就算计好要对付我了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有钱大家赚。今天你是穿鞋的，哼，我们可是光脚的。其实你们大可不必那么紧张。我范一伟不是那种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死活的人。原则上我同意你们的想法，反正一个人钱也赚不完嘛。实际上要怎么做大家再研究一下。好啊，研究是这样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来来来，喝酒。好，来，喝点。来，吃点，吃点。大哥，您电话。适配一下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